真係好似一個可靠嘅男人啊！女人做家務未必係為咗取悅男人。點解我第一次開到咁快呢？因為我好想贏。通常係為咗取悅奶奶大人。喺揀新抱嘅時候有啲咩標準㗎？哎呀，我冇標準嘅。同佢講嘢嘅時候咧，嗰種權威性咧，我係唔可以唔跟嘅。好似都幾靚喎嚇，好香添啊！好香啊 ！Her Face 年輕美學呈獻美麗46，今晚9:30。